好，我是潘二中就大哥。今天吃啥子？问下我婆娘吃啥子？吃这个。海哥。走走，拿点东西。今天婆娘上街去买了几斤排骨，下午想吃排骨面。今天我弄来尝一下。还要弄酒？要的。先摸点点水果，不对，先点小可爱。我们先带上小可爱，等下我们要带骨头哈，免得鱼塘搞烦。我们加入长江水清洗一下。我先这儿喊。哎呀，我自己来嘛，下回。我们再把排骨要剁小，帮我拿个碗来装这个排骨来不？就那个人的嘛。要的嘛。在小桶里。想在大桶盆里煮下今天晚上。嘿嘿。我剁成小坨坨，拿起去烫下水。哎，下入排骨，老姜来坨坨，料酒来几斤。盖上锅盖，烫下水，烫好水了，把排骨捞起来。我们在这门前配料，泡生姜、泡海椒、大蒜，再来大葱，再点白果，再来点花椒、桂皮，再点香叶，再来两个干辣椒。准备好了，开干！朋友们，先点个赞。男女搭配刚好不累，锅里加油，放入姜段、辣椒、豆瓣里头炒出红油，再放入大料，下入排骨，下入长江水。我们撒一点盐巴，再来点胡椒粉，盖上锅盖煮半个小时。再来点鸡精起锅，锅里再加入长江水烧开。我们再揉起来，我们再下入面条煮熟，要得了，再放入排骨，倒一点汤汁子嘛，有没有早上去吃那就好吃。好吃的多，好吃的多啊！嗯，我感觉这和牛肉面没什么区别。嗯，排骨面。嗯。牛肉面。你弄完你怎么没那么多排骨呢？你是不是偷吃了？我偷吃了一块。这排骨这样吃才香哦。对。面也好好吃。才发两块肉，还很小哦。对。然后老板也要赚钱啊，现在排骨贵了，牛肉没怎么涨价。要是面店老板知道了不拿把这个做成一道菜的话，那就错过了做生意的机会了。他怎么会不知道？他觉得不赚钱，他就不想做。
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在外面去吃面，喜欢把汤都喝了，现在去吃面喝汤感觉都不好意思的。那个还是好吃，汤好喝就可以。本来就好喝，但是觉得不好意思的嘛。但是你对老板肯定，老板高兴的很。这样子老板还不需要倒垃圾了。今天的排骨面很好吃，希望的朋友点个关注，明天见哈，拜拜。拜拜，记得点个赞，你个关注。